迷你世界中的唐三，他手拿昊天锤非常的厉害，他是史莱克七怪中的老大。那么唐三他是最强的吗？有很多小伙伴说唐三他非常的强大，如果你也觉得唐三很强，请点一个赞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唐三并不强大，他也会哭泣，你们知道吗？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在他简介上写到没有废物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，可见他非常强大。但是我和学姐发现，其实唐三他丢失了自己的能力。小伙伴们你们看，他就是唐三，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唐三的心情。小伙伴们把他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他的魂力丢失了，并且此时比比东问他失去魂力的感受不好受吧。所以说唐三他丢失了自己的魂力。但是我们发现，无论唐三丢失自己的魂力还是自己的魂力存在，他都会义无反顾地保护着小五。小伙伴们你们看，他拿着昊天锤站在小五的前方。那么唐三他会哭泣吗？今天我和学姐发现，唐三他其实是会哭泣的，他丢失掉自己的魂力以后他也会哭泣，所以他并不是最强的，你们知道了吗？